本它发表于1979年的剧本，那这个剧本主要是在讲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纳粹德国他们迫害男同性恋者的故事。那这个剧本非常特别，是因为在等于在这个剧本发表之前，其实大家不管媒体啊，或是创作者、艺术创作者，其实都没有特别关注这个议题。那可以说，这个剧本当初在发表的时候，其实是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，就让大家回头正视说，其实同性恋者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段非常悲惨的历史。这样，那其实也因为这个剧本的发表，跟他这个剧本的所谓大红，所以后来让其实欧洲各国，包括荷兰啊、德国，其实都他们的政府都开始做一些补救的措施，去回头等于是赔偿，或者说国家有道歉，就会回头去补偿这一段对同性恋者的迫害这样子。那对同性恋已经比较采开放式的态度，那你在这一出的呈现当中，有没有比较特别禁忌或大胆的表现方式，尤其在台南这一块？还好，其实没有特别想禁忌或大胆，就想说只要剧本需要到的需要展现的情感也好或欲望也好，我们就是希望可以呈现给观众朋友。那欲望怎么呈现？这剧本里面本来就有非常大胆的桥段，就是这个剧本最有名的一个场景，就是两个被关在集中营里面的犯人，然后他们因为在受到监视嘛，所以他们也不能触碰彼此，但他们两个对彼此有很强的情感跟欲望，那他们所以他们要透过语言来达到比较亲密的接触这样子。那对这个段落是这个戏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段落，那也跟演员工作了很久，就希望他们可以在肢体没有碰触的情形下，我们用语言的张力就可以展现出这样的情欲的强度。所以你在安排他们的互动戏上来讲，有特别强调接触的呈现的话，全部都是就像你讲的，比如说言语的吧，或者是没有，也有很接触的部分，主要是因为这戏有一部分在集中营里面，那其他的重点在于说，当我们被关在一个这么高压的环境下，当我们的身体受到限制的时候，我们的对于爱或对欲望的这个追求要怎么样才可能这样，所以是有一个这个段落。那当然也有欲望展现比较 free 比较自由的段落来作为对照。那有床戏吗？有亲吻戏吗？有床戏，有亲吻戏。对，这个因为这个剧本它讲它其实从德国比较开放的地方开始讲，那之后一路讲到就是说在纳粹的统治下，这些事情都开始合法，开始会被警察抓这样，所以是有一个这个从开放到被限制，到我们如何在这个限制当中继续找到我们的自由的这样一个过程。对，
说话嘞，聊天戏啊。三天没说话嘞。聊天戏，每个人都会聊天戏吧？好，对不起，我在这边待太久，变得跟他们一样，冷血、恶劣，然后又没人性。好，这一期再做，你是为我好，我们应该来聊天，这样才不会把店举报给警察。徐总，他们在看。妈，这个白色的真的很难聊天。是。昨天晚上，我们那边有人死了。哎，我们看不到奥运哎。什么？奥运呢？在柏林。想看的走啊。等我们被放出去吗？因为奥运吗？有可能吗？你不觉得吗？不觉得。哎，你有听说吗？什么？会有鱼罐头吃哎！我讨厌吃鱼罐头。是听说而已啦。是。真的。好，真的好热。哎，如果有一天我们两个人怎样把话都说完了，那会不会？妈，我宁愿搬沙发，也不要站在这里休息个屁！就连这个也是他们想好的。想什么？想要把我们逼疯。真的很烂，才把你弄在这里。好，拜托不要乱想好不好？来啊，笑一个。你没有笑，你又看不到。我感觉得到。如果偷看你的话，我。一整个早上都在看你，真的？你很性感啊！我？对，你衣服湿透的样子。才够！少来，你知道你很性感。没有。骗子！本来就是个大骗子。才知道。好吧，我还蛮性感。对啦，你身体很好看啦。我注意，我在运动。什么？我每天晚上都会做浮力引身跟仰卧起坐。你每天要搬12个小时沙包哎。对，我想疯了。要保持身体强壮，就要自己照顾自己，这样才能够活下去。你应该要怎么做？睡觉，我只想睡觉，睡觉才能活下去，不然我就什么都不能想。有时候我觉得很恐怖，因为我脑子一片空白，什么都没有。哎，你身体也蛮好看的。很好看，没有你好看。也是啊，但还不错。你又知道？我有在注意你的话。什么时候？一整天。是吗？是啊。我问你，你会不会？想，想要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每个人都会想，
会，每个犯人都会想你，会，拜托傻，又没人听得到，你想要吧？不敢。不敢想。对，但是你想要的。对。我也想要。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们可以不用光是用想，我们现在在一起，我们不用光是用想，看不到彼此，连碰都碰不到。可以感觉啊。感觉什么？彼此，你在我旁边，我感觉到你，你感觉得到我吗？不行。拜托，小的没有人听得到，真的。你感觉得到我吗？回去他的集中营，我们做了，他们杀不了我们。我们做了爱，我们真的做了。我们是人，我们做爱，他们杀不了我们。Thank you.
Thank you.